女神。哦，原来他说那个人就是大安安啦，难怪他说他死面瘫，蛮传神的。在我眼里，你那个在厨师界没有出现过的爸爸跟你一样，毫无天分，毫无建树，永远当不了一个厨师。我是绝对不会教你做安家菜，不仅如此，我也不会再做安家菜。安家十二味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。沉迷追剧求支招，点击或扫描二维码下载火锅视频 APP， 超多趣味周边随心看，幕后故事演员趣料，来火锅视频看海量热剧独家花絮。